来，麦克风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哎，我们的主持人是，还有今天所有在座的，我长官有贵宾，好，我在这边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邱美玲议员，欢迎议员好。还有我们代表我们的南投县的大家长，好，有王远忠观光处，王远忠王处长，王处长好。农业处的陈处长，陈处长好。还有我们乡民代表会的罗志斌主席，主席好。还有南投新闻网的朱昌明朱处长，朱处长好。还有我们的泰雅度假村，也是我们南投县观光产业联盟的理事长，理事长好。其他的部分我就一一的再介绍一下。日月潭教师会馆的经理张世佐，张经理好，张经理好。中华时报的摄影记者李可喜记者，李记者好，欢迎欢迎。南投新闻熊心怡熊记者，我们美丽的熊记者，熊记者好，在后面哈，欢迎。台湾时报刘敏华刘记者，好，刘记者好。民众日报蔡炳荣蔡记者，蔡记者好。另外我们有水里乡农会总干事张启全总干事，可以可以。我们国姓乡总干事罗宏聘罗总干事，是，欢迎欢迎。还有我们卫生所的王主任，王主任欢迎欢迎。还有我们南投焦点新闻张银泽记者，张记者欢迎欢迎。在后面在后面哦，张大哥好。还有南投县观光产业联盟的常务理事蓝龙水，好，蓝大哥，蓝大哥好，蓝泰大哥好。还有日月潭经理，日月潭教师会馆的经理张世佐，张世佐经理好。是各家电视台李红旗李记者，好，李记者好。我们的代表会我们也来了很多代表，有陈春仇代表，王建勋代表，好，吴正义代表，是，吴昌坤代表，欢迎，陈正荣村长，黄阳琴代表，村长联谊会的范旭南范村长，欢迎，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有这个活动，我首先要感谢泰雅度假村李吉田李总经理，掌声，谢谢。因为这个活动是交通部观光局核定的夏日风情的活动，那夏日风情是我们南投县非常重要的一个夏季的观光的产业的一个计划。计划的内容有两项，一个是我们泰雅的莲花季，在6月26号到8月底。我们都知道泰雅度假村是我们福信乡也是仁爱乡北港西轴线很重要的观光资源，而且李吉田所领导的我们北港西轴线确实已经起了一个领头羊的地位，我上任之后我们总干事一直给我们相当大的帮助，不管是产业还是未来我们露营的还是那个温泉的产业还是我们咖啡各种产业的帮忙，非常感谢他。那夏日风情有两个活动，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咖啡季，就是今天的活动。另外我要感谢我们的农粮署一直给我们咖啡产业的帮忙，也要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我们的观光处，还有农业处，还有林明珍林县长另外我要感谢我们的代表会非常的支持我们福信乡各种产业活动。另外更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媒体朋友，因为你们的行销让我们国信咖啡在台湾发光发热。另外跟大家报告，国信乡的咖啡有三个第一，第一个第一就是我们的面积第一，我们的咖啡已经种植面积已经到达127公顷，这可以说以乡镇来讲全国是第一的。
第二个第一就是我们品质第一。我们2015年美国 CQI 精品咖啡亚洲区冠军亚军都落在我们国姓。第三个第一就是我们全国第一个咖啡产地认证，目前为止也是只有我们国姓是还在推那个产地认证，其他都还没有还在推。产地认证一定要做到，咖啡一定要种在国姓。第二个要经过我们指定机构310项没有农药残毒的一个检验。第三个，我们杯测成绩要到达一定的水准，也就是现在目前80分以下已经相当少了。另外跟大家预告，这个活动办完了不是活动就结束了，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的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这个地方也有行销推广咖啡，欢迎爱好喝咖啡的朋友都能来国姓，都能到泰雅来享受我们很好的咖啡，来享受泰雅度假村很优质的一个度假环境，让大家在夏日都能够留下美好的一个经验。另外我们国姓乡公所的网站也有刊载我们国姓乡所有的咖啡业者的电话，欢迎我们爱好喝咖啡的朋友多多能够上那个网站。最后感谢各位的莅临，国姓乡有非常好的游乐区，像泰雅有很好的民宿，有很好的露营区，也有很好的农产品，像鹿茸也是我们以乡镇来讲，我们鹿茸也是我们应该说是全国第一的品质方面。另外我们有枇杷，也有草莓，也有橄榄，非常多的水果都非常有名，希望大家到国姓来喝咖啡，到泰雅来享受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来享受我们非常好的时令水果。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谢谢。乡长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好，那同时呢，刚刚乡长您在介绍的时候呢，刚刚还剩下一个没有介绍，他刚好来到现场，就是我们的农粮署的我们的苏科长也来。干杯。